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嗱，今次再同大家介绍嘅疗剂嘅名咧，叫做 Quercus Gladium Spiritus， 啊，英文我叫做 Acorn Kernels 啦，咁叫橡子仁，啊，橡树嗰啲果实皮壳啊，咁呢个嘅疗剂咧，系由呢啲咁样嘅橡子嘅啊嗰啲啊壳里边咧，系浸酒再加水咧，系研制出嚟嘅。咁呢个疗剂咧个橡子仁咧 ，Quercus Gladium Spiritus 咧，系好多时候咧主要用喺一啲控酒嘅问题吓、啊，我哋嘅醉酒控酒嗰啲问题，啲人饮酒饮到犀利，尤其是咧口气好重啊，咁从有便秘啊或者吐泻啊、水肿、脚肿啊，晕晕地啊，有啲晕，同埋咧系痛风呢啲咁嘅症状嘅。咁最主要咧系因为饮酒咧导致咧系肝嘅问题啦，肝嘅毛病咧，同埋咧系脾嘅主重，即系身体左边嘅部位嗰个器官脾咧系出现水肿啊。咁呢个系个主要应用喺度嘅。咁喺文献上啦，古文献上啦，就Rademacher 系一个好出名嘅早年嘅同类疗法医生嚟嘅。咁佢曾经咧就欲试下咧用呢个嘅橡子嘅浸酒嘅丁剂咧，系用喺一个即系饮长期饮白兰地嘅酒鬼嗰度吓，俾用佢用。咁呢个病人咧。饮白兰地，长期饮白兰地嘅病人咧，就出现咧嗰啲脾嗰方面嘅问题嘅，系非常之痛嘅。咁同埋加上咧，佢有水肿吓，咁、或者个腹水啊水肿嘅，咁尿液咧有阵时候会增加。咁但系个病人咧发现咧，佢每次食呢个嘅丁剂咧，系呢个嘅疗剂嘅丁剂咧，
佢就会导致佢个心胸咧胸部咧系收紧嗰种嘅不适嘅。咁于是乎咧 ，Rademacher 呢医生咧就开始将呢个嘅钉剂咧就沟啲水落去啦，令到佢冇咁浓啦吓，沟稀咗之后咧，咁发现咧咁再用咧呢个病人嗰个胸膛嘅即系收缩抽实嗰啲问题就冇咗啦。咁喺个治疗期间咧，佢发现咧。个病人嘅尿液增加咗啦，咁尤其是咧对嗰啲有啲系即系老年嘅皮嘅胀大嗰啲病人咧，咁甚至乎会出现嗰啲吐泻，咁呢种嘅吐泻咧，当然咧系会舒缓呢个症状，慢慢地舒缓症状嘅。咁所以呢个一个疗剂咧，系好多医生嘅经验啦。其中尤其是喺嗰啲慢性嘅皮嘅毛病或者皮嘅水肿，呢个非常之有效嘅。咁呢种病人咧，好多时候咧亦都会出现面泛红啦、缓晕啦，甚至乎咧系耳朵里边咧系有耳鸣同埋嗰个耳失聪。呢啲咁样嘅症状，个人基本上咧都系好紧张嘅。咁主要咧呢、这个系用嚟咧系减低对酒精嘅渴饮啦。咁起码咧佢未必可以将佢完全停顿啦。咁起码咧系可以令到佢咧系减少佢呢个酒嘅酒瘾嗰方面嘅。咁呢个一个好好嘅疗剂。咁当如果发现咧，系一个病人咧，系嗰个皮部脾胃嗰个地方咧，即系身体嗰个左边下足左腹下边嗰度咧，肋骨下边左边咧，个胃系皮嘅位置咧，系有啲仲有啲胀痛啊。如果佢亦都系出现咧，口气好重啊咁，你可以谂呢个疗剂嘅。好啦，咁再介绍俾大家有几个案啊喺医学文献啦。其中咧 Burnett 一个好出名嘅同我疗法医生啦。咁佢咧就曾经处理过一个军人啊，64岁嘅军人，咁即系身体非常之残弱啦，有痛风啦，同埋系饮酒饮得好犀利嘅。咁佢亦都有啲好严重嘅慢性嗰啲支气管炎，咁心跳咧系不规则。咁肝同埋脾咧都胀大咗嘅，咁成日咧系个胃窝个地方咧有种冤冤嘅痛，咁行路咧就唔稳定啦，个手震啊咁样。咁呢位病者咧喺，即系佢最近咧就系、是、个太太过身啦，咁所以佢就开始咧就日日都好常饮下酒咁样，咁因为佢个开始有啲饮酒嘅习惯。咁Dr. Burn 咧就俾呢位病人咧系十滴呢个 Cobalto 十滴西洛水，一日三次咧，基本上咧将佢个成个人咧系个状态全部改晒，令到佢饮酒嗰个倾向都冇埋。好啦，另外一个个案咧就系、是、一位57岁嘅商人，咁又好中意饮 Cherry 酒嘅，咁亦都系咧就用咗呢个疗剂之后咧。咁就头部嘅湿疹咧，系嗰个我哋嘅痛风性嘅湿疹爆发咗出嚟，咁甚至乎喺个手背都出现咗嘅。咁慢慢地咧，就用咗成3个月嘅时间咧，系将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完全医好晒嘅。好啦，另外一个症状咧，一个军人啦吓，又饮酒。饮得好犀利，但亦都有都口气好重，眼黄黄啦，同埋咧就系、是、眼肿肿嘅。咁用呢个疗剂咧，亦都医好咗佢嘅。咁所以呢个疗剂咧喺嗰个同类疗法里边咧，系对嗰啲饮酒倾向嗰啲人咧系好有用啊。饮酒倾向或者导致咧佢嗰个脾胃出现嗰个痛症或者水肿，咁基本上咧可以同话饮酒同埋脾有问题嘅呢个嘅呢类嘅毛病咧，呢个疗剂咧系杖子仁嗰个 Acorn Kernel 系非常非常之有用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
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